各位空中好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张克中张医师，真欢迎咱今日各地健康医学，甲咱伫空中见面。张医师今日健康医学要甲咱介绍五脏六腑的毛病，肝、心、脾、肺、肾。咱人身躯不管五脏六腑是安怎甲顾，安怎甲治疗，安怎甲开刀。安怎该保养，拢总有伊一套，而且知识。啊，这款知识，人讲江湖一点诀，讲破无价值，无讲你唔捌。所以今日张医师要甲头甲尾，咱人要紧的即五脏六腑，所有嘅毛病重点介绍给空中嘅朋友来做一个要紧的整理。因为真有可能，咱伫健康医学后界无这个机会伫空中阁甲咱见面，除非咱再阁请到新的台，咱阁来吃饼。但是休困的即阵啊，你会使甲即块录音带甲录起来，随时会使来甲阁摕出来听，你就知影讲咱的五脏六腑。遐尔侪器官组织，咱要拿来保养。头一个，肝、心、脾、肺、肾，肝、心、脾、肺、肾。肝就是咱人身躯上大诶，即个化学工厂，伫咱诶正边白骨内底，一般你未使摸着。你若摸着，就表示迄个肝已经肿。啊，肿起来时，你就使用手，一把手来甲扎。哦，肿一肿头啊，两肿头啊，三肿头啊，四肿头啊，一把手。迄个肝硬化，所以咱肝无感觉，伊无迄个痛觉的神经。除非你肿到真厉害，再去得着边仔的器官，互你感觉有胀胀。但是要未加肿到一把手，迄中间你都有可能会感觉疲劳，会感觉袂爱食饭，食欲、食欲拢无。较严重，伊若发炎起来，大部分拢是病毒感染。哦，咱不管是 A 肝、B 肝、C 肝、D 肝、E 肝 ，A 肝、E 属于食物件进口感染 ，B 肝、D 伊是属于注射啦、注毒品啦、输血啦、精液啦，有空嘴拄到空嘴再去感染。哦，所以伊毋是食着物件来感染。C 肝大部分拢是。过去医疗上无用，即马注一届就结掉的迄款注射灯，啊，是即马有一寡食毒，啊，讲加注，哦，未好的换针，未好的换迄个射弓，咱讲叫做空针，所以抽起来，你注了我紧插我的血筋，走这个水路的，啊嘛拢会掉，哦，所以 B、C、D 拢较属于经过血液血清。精液，哦，啊，甲咱那有都主要受伤，空嘴，空嘴流出来的血，为着别人来得到这个 B、C、D 的感染，叫做病毒感染。除了病毒以外，细菌也会造成感染。哦，你有什么款的感染？和肝内底功能，葡萄球菌、链球菌，迄嘛会啦吼，不过迄较少。迄除非有什么受伤，无都爱亲像。啊，最近台中、台甲有一只大的河马要送去台北，啊，伫高速公路落来，叫车弄着，弄一个肝的外口一下流血，啊，伊呢横膈膜破去30公分至50公分中间，伊的气喘气的气就落落八度，好，一只河马第二届又落一届哦。遐你该刷车的时候，佫连落来，两届安尼硬弄硬削，这个肝削啊表面出血，但是较吃力的是这个横膈膜破，因为体重太大了，压力足大，就要把咱的喘气的气肺吼，接对遐横膈膜破迄空落落巴肚底，那巴肚底缩起来袂喘气，啊，就要伫真冷的寒天。已经扑袂起来，无那河马是应该吼，伫水内底
上过六分钟，伊来浮起来喘气。啊，咱的肝伫咱的身躯，主要是咧做化学工厂，伊会产生消化酵素，制造咱身躯要紧的遐个成分，包括咱的白蛋白，合成咱的胆固醇。所以这是真大的化学工厂。啊，咱的肝，伊可以甲咱解毒，咱身躯所食落去的，不管吼大桶的啦，啊是迄款吼龟甲的啦，哦因创款加油，迄款吼做啊对越南进入来工业油，事实咱食袂少啦。若要照讲，咱爱死啊！加在有咱的肝，咱的肝就要解毒。你若无发炎的肝，伊的解毒能力真强。一世人把咱所吃落去无好的物件的毒素拢甲解掉，肝阁会甲咱杀菌，迄肝会分泌胆汁，迄胆汁拿出来，苦苦苦，吼、哦！你若吐甲剩胆汁的时，你就知影外苦。迄过去无抗生素，肝都亲像抗生素，遐尼来，伊的摄度吼碱性 pH 值真高，所以你若只要吃物件。无好诶，有细菌诶哦。你若卖像河马讲是摄一个肝有老火，老火了当然固起来就发炎，细菌会造就。若卖安尼，普通诶肝，伊造出来胆汁，就发到甲咱诶细菌，大部分拢抬了了，抬不了诶。过一日肠啊，肠啊内底肠啊摄，卖搁甲消化，所以。作用太快了吼！搁一项，肝分泌出来这个酵素，咱讲叫做胆汁，伊内底酵素对甲咱的食落油，咱人爱食足侪，不管猪油啦吼、鸭油、鸡油啦吼，啊是迄款肉搭，啊是甚至反式脂肪、人工奶油、马加林，只要是油。咱的肝分泌的胆汁对个分解变成甘油甲脂肪酸，那呢是咱就真好吸收。所以肝有这四大项的功能，但是一旦你若发炎，功能就退去。甚至你若急性的肝炎，你的目睭就黄色的，因黄疸会造出来，和你的白人，咱讲做巩膜 sclera 会变成黄色的，一下就看出来。啊，你放尿变扩卡扩拉。可卡可来关系，哦，跟他地味足深的迄款啊，那个色地吼，迄种色，迄看到你就知影讲啊，系啊，肝发炎啊。那是跟他一般诶病毒发炎，多休息，多喝开水吼、哦，啊，注射点滴，医生会给你加迄黄色的 B complex 哦 ，C 灭达内底加维他命 C， 和你那住中间那休息啊，肝一两个月一定拢恢复啦，这占99%。当然有人拍文，在发炎的中间哦，常常遭对闷爆性肝炎，哦，也造成肝 acute yellow atrophy， 就是会变作黄疸规身躯，比咱普通肝炎的黄疸搁较黄疸黄疸啦吼 ，icterus， 迄款 jaundice 迄款黄疸，甲你黏甲规身躯，嗯，啊个肝指数会飙，正常是40以下啦 ，GOD GBT 吼，咱普通拢超20外。中医师已经关怀209届，大概拢会甲我验，啊，我结果我一看拢，嗯，我才19、20、21安尼，所以袂过我会使一直关，因为我无 B 型肝炎，也无 D、E， 也无 A， 哦，啊，佮其他艾滋病也拢无，梅毒淋病啥拢无，再使关呢，哦，啊好，啊肝伊然后破坏伊个肝指数就关，啊咱验血就知讲你即马肝。有听你发炎中无？哦，你的黄疸外观，那超过2，啊，你的尿内底就造出可卡可来色。当然，肝在咱身躯内底，你要甲照顾，你爱有够休息，青菜水果，哦，一定爱冰筋甲稀稀巴巴来食。啊，莫好眠，莫用酒来头，因为酒头咧到底变成酒精性肝炎。包括你吃毒品，使用毒品的人，你买毒品，肝改不掉的，
一直签维化，签维到尾啊，就定去，定到尾啊，变做啥？你知道？变做蒋经国总统兵。哦，你知蒋经国1988年诶，正月十三，伊在时吐血，就很死，是安怎？因为伊的肝硬化，要入去肝的门脉系统，哦，遐静脉血走袂入去肝啊，经过肝的门脉入来咱的右心室。哦，对右心房啊，咱讲下腔静脉啊，顶头咱的迄头脑迄边的吼，经过上腔静脉入去右心房，入去右心室了，爱走入去肺，交换氧气跟二氧化碳了，对左心房、左心室入去，清气的血佫放出来用。但是你若肝硬化，这条路行袂通，伊就爱硬挤，挤对咱的胃甲食道，吼，伫胃头的所在甲食道的所在，就会生迄款青筋呐，咱讲叫做静脉曲张。一种静脉瘤，迄款静脉瘤若生出来，都一工要病，你唔知道。伊敢若加几啊？一粒一粒细粒葡萄，葡萄你知影哦？一寡一寡会生伫咱的食道、甲胃的顶头，哦，迄足水的。但是蒋经国伊都唔知伊生迄咧，迄袂疼咧。所以等到一工礼拜日，伊的医生去拍高尔夫，打高尔夫球叫一个值班的，也唔知伊的身体。啊！一个总统的身体都偏偏安尼，就啊，给你变化哦，迄血就抓出来，用面汤底呢。伊要死的时候，甲伊的修伊啊讲，我好难过，当然难过。以前和恁老爸啊，蒋介石啊时阵拖去变变变，对二二八开始对白色恐怖，偌济人冤枉死，枪杀的时阵，迄拍落去，迄血将冒出来，迄款血冒出来就啊。吞袂落，啊！就砸砸对伊个脑吼，咱个气管翘起个人，都是甲蒋经国要死遐同款。我好难过，遐互你害诶，英灵遐性命拢总安尼来过身，你即马才体会到吼，75岁，一个肝硬化蒋经国，啥来肝硬化？伊就是用太侪药啊，第一汤药变忌卡，将会吹药出来呢。你顶回啊徛伫边啊，一个副总统是。好啊！咱讲毕恭毕敬，徛伫伊边啊。咱也知影讲，正月十三伊就吐血死，因为向阵的忌卡，迄、那个进程伊就食足侪糖尿病药啊，食足侪消炎啊，食足侪止疼吼，创啊过肝拢歹去，所以伊的血小板嘛无够，小可一个出血未收缩，就啊 DIC 甲洪仲丘同款哦，咱的迄款血管内多发性的血液凝集出问题。啊，就像 DIC disseminate intravascular coagulation， 就变了血，就翘的，真讲到了。咱人的身躯，和你讲你有做什么痛啦，和你哭掉也好，总统也好，要死，在死亡的头前拢讲到的。所以空中朋友，咱来个关顾好。即马曾经对德国提炼出来西里马林，是对过关唯一有证明讲有效的药啊。当然也是米干西干吼。迄类有带病毒的，你来去用什么瑞米马丁啊，真侪迄款哦，抗病毒的药，甲你带病毒的先甲压来，压来了，用迄个西里马丁来甲保养，那你肝就使用一世人啊吼、哦。当然啦、啊，肝会较大，迄、那个大，那食好做功课吼，特别是胆固醇足高的，哦，拢要食八来啊、八啊吼，迄、哦那个胆汁会浓缩。好野人买拢一粒一粒黑色的迄款大结石啊！哎，若踢着大梗，疼甲足厉害！迄真正涂骹有空都要两月，哎，迄大梗缩掉或者肿胆管 CPT 呐缩掉都要开刀甲摕掉吼，甲迄石头摕掉，无伊会黄疸哦，买倒结，甲迄大结要入去十二指肠消化，煞袂法度入去就病对顶头对肝对血，嘛是规身躯拢黄疸黄疸。啊，有一种明明不是肝造成的黄疸，未听哦，你也结石也听到，迄就是孙文呐、啊。中国迄个孙文，伊拢叫做孙中山吼。孙文的病就是胆梗的下骹，挖腰鞘的所在生癌，或者腰鞘头的癌，甲贾伯斯伊迄内分泌的癌，生伫腰鞘中间无共款。所以贾伯斯迄时开刀绝对有救的，可惜伊唔肯，就去遐食什么汉药啦，安尼补补到尾啊，肝破迄个癌的细胞，
虽然尾啊嘛，一个车祸死的19岁青年的肝移植可以，移植可以吼，但是已经断去的细胞在6年后，佫变倒出来，和贾博士发明 iPhone 手机啊，这个天才过身去吼。所以咱来甲肝顾好，平常好好啊款待伊，卖过操，卖过劳，卖食酒，卖食毒品哦，是你妈恁忙甲顾。啊，咱第二心呢，心就是心脏，心简单讲就是心脏血管系统，包括心脏喷出来，咱的脑的血筋，这种脑血筋拢是要紧的，咱身躯的五脏六腑嘛拢有血筋。啊，咱的血筋对心脏喷出来，这个心脏袂使得病。心脏得病上最多是心肌梗塞，哦，不管中国64天安门发生的迄个对五四郑州天安门的故事，前总理胡耀邦的心肌梗塞。心肌梗塞人叫伊袂使起来，啊！伊偏偏第10天，人家休困2礼拜呢，完全在床，啊！就唔相信医生的话，第10天就起来，家己走去诊所，等一下塞心脏、心肌梗塞就病破。伊心脏的梗塞都是软软的吧？心脏的肌肉是作用的哦，和你踢到迄冠状动脉去踢，像那冠状动脉，跟那皇冠，迄种血筋会去踢的，都是假好做健康，假好肥肥，结果推推，穿好水水，当然心水。你的心脏外靠迄个冠状，就像皇冠迄种血筋对包油，迄、那个油胆固醇、中性脂肪，伊若愈悬愈悬，有一天紧张超凡血压悬，还是安尼天气真冷，所以上皮细胞剥落 ，epithelium 破去了，遐 interleukin、cytokine 变出来，就马上血管个形成，得嘞，疼个变清光，啊你若无完全塌死，干呐收缩痉挛，我讲以后做。狭心症，哦，狭心症 ，angina pectoris， 你只要含迄消化甘油片伫喙齿下骹，伊发到底，互你5分钟，上班10分钟会透。哦，那已经用2-3次，已经超过30分钟，阁未透，拜托，马上急诊，因为已经唔是狭心症，或者心肌梗塞，超过15分钟听袂好，阁会变肝，面会反射，甚至心律不整，有些变成 ventricular flutter。Ventricular fibrillation 就是心室纤维颤动、心室扑动，迄款不整脉哦，是会就要停去，心脏会停去哦，所以心肌梗塞要死拢足紧的。啊，咱也不是安尼，咱是血压悬的，嘛是血高啦，你血侪血紧张啦，啊，个血胖去脑的，胖去咱四肢百体吼，伊遐用足侪力，冲到尾心脏的肌肉脉肥，迄心脏肥厚了，嘛是会造成心肌梗塞。哦，啊，过来就是老化，老化血筋定义，因为胖嘛，胖到尾也变做哦，心脏肥厚，心脏肥厚包括心脏衰竭，马龙会好难人死吼。那、哦、右心衰竭是挂水，要用毛地黄；左心衰竭是爱利水，啊，佮用迄款荷贝塞哦，迄款 isoptin 加咱的消化甘油。所以咱普通时都爱袂使血高，哦，食物件有节制，安尼心脏发到加咱的心脏血。啊，个血管的系统搞好，啊，那闹，哇，还想惊血管硬化，血压高，硬惊个800到，即款天气真冷的时候，哇，等都等，孙运璇就是上标准的咧，所以咱无采做个行政院长，蒋经国嘛，内定要做总统啊，绝对是因岛的人发落来啦，那知影讲中风，等去了10年安尼拖拖个呢，变化症出来来死，所以咱一定要搞好。哦，咱的脑血筋袂使有塌的，还是变破。塌的都、就是哦，咱讲脑血管梗塞了吼。啊，伊那梗塞都是有迄、那個、哦，比如讲油啦，脂肪酸酯液体，冇空气酸酯，哦，都、就是羊水栓塞时，还是潜水呼病哦。例如潜水，两个大气压力，但你浮起来时，你无入去减压舱，经过5点钟、10点钟以上，甲你。压力慢慢释放，伊迄个血液内底氧气甲氮气哦，氧是1/5，氮是1/4，迄种会慢慢啵，无到尾啊，你看到你的嘴边开始冒泡吼，啊，迄就将甲你的血路冻咧，嘛是将塌咧，脑会塌咧，心脏会塌咧，拢会死人啊，真严重，迄马上送入去加压的高压氧，硬甲煎，和迄泡泡佮煎入去，啊，才慢慢啊减压，哦，啊，这足大代志，当然。啊！我顶届有个人讲，东海大学前校长叶方博，叶校长，哦，伊就是心中出来迄条大条血筋剥离，
剥离啦，哦，血管壁剥离啊，血剥离的时候，那血浆硬结，结啊入去，甲心脏对付，完全袂喘，袂胖，啊，人都很死啊，跟去个对面的营中，打下打下，甲营中都免五分钟，应该是爱救的，可惜，这个主动脉足大条、上大条，迄条心脏出来血管剥离，哦，啊，毛这种是出来迄条血管生 aneurysm 或者血管瘤，血管瘤。放在那裡你不知道，當時需要去咬到，需要去弄到，需要去煎到，剝破去，那也算分的啦，大概一分鐘到兩分鐘人就翹去了，哦，除非你現在很大開刀，很注血，很這樣把心臟接起來，啊，那種機會說有辦法五分鐘就很把你大開刀，很少啦，哦，別想，所以我們普通是再把身體操練就好，就要吃Q10那類的啦，啊，降血啦，降血脂啦，啊，有辦法所以维他命 E 啦吼，啊个什么鱼油内底有 omega 3、omega 6，这拢会清血啦。还可能是固定爱使用的健康食品，互咱身躯诶，卖互这血路系统，哎，较早都去读的。哦，咱至少食百二呢。哦，咱看孙生孙呢，当然身体健康哦。无你啊百二，后来二十年拢倒伫眠床，哦，迄个惨死，病久也不好治，唔好吼，肝心脾气心。汉医讲的脾吼，第西医讲的消化系统，消化系统对咱的吼，嘴、嘴齿、食管、甲胃、十二指肠、小肠、甲大肠，咱即马咧惊就是胃食道逆流，是像工业社会、紧张的社会吼，卫生，甲你生生甲暗时啊吼，甲你倒液，液来到底吼，足侪人都是，吼心脏火烧心，强要杀你啊！伊就是讲伊是心脏病，虽然病病会疼，但是唔是啦吼。因为伊无飞高，嘛无下心症，伊是干呐？食道吼倒流，倒流是会使流甲互你安尼烧，你食罐头，食道后壁足足疼。啊嘿吼，上简单的药就是电视听你讲什么，一术二术普利卡西多有诶无遐吼？但是迄是无标准的治疗，暂时自算啦吼。嘿有好的方法，啊找医生甲你看胃镜，那真正是嘿好好用。适合伊来治疗，等紧啊就好啊，就别个哦，火烧心，当然这甲消化性溃疡冇关系，十二指肠溃疡甲胃溃疡内底脑幽门杆菌，有诶，你当年啊头一届，无会变作哦胃溃疡变作胃癌，这条路唔好行入去吼。啊，咱甲大肠，开出毛病就是食好，食油食肉，哇，甲尾也是安那，都大肠癌嘛。哦，杨志松过身去啊，李登辉嘛得大肠癌大开刀过啊。哦，啊于天英查某囝，这二十几岁啊嘛得大肠癌啦，当然这个大肠啦，靠胃甲营养的定性的油，是不是有关系？无直接证据啦，但是咱吐想嘛知，乌白食遐工业用的油啊，乌白甲咱赚这款垃圾钱吼，这真正是无灭顶的噻。大肠癌愈来愈多，所以咱。再加吃一挂青菜水果，水加啉，可以达天大便的通。上好吼，一天会通两盖、三盖，莫超过三盖。你所有吃落去菜色是高纤维的，一个肠啊蠕动，和咱的宿便一直排掉。我尽量莫老啦，有需要已经吸收就好啊。莫肥水不流外人田，因为咱的大肠尾啊拢是安怎，加遐的哦。水该内底电解质重吸收 reabsorption， 所以你若食真侪歹的肉类、油的类啦、煎肉的物件，遐个无好的游离基真侪会甲你拍大肠，互你生息肉、息肉了，会变作大肠癌。所以你若50岁至70岁，两年健保互你做一届大便检查，免费的哦，你拢会使去有合约的病院，像中医师家嘛有啊，检查一下，甲遐大便交一数数后。入去迄狗狗啊内底浸药啊送去90几%会准，你就知影讲你唔免钓甲亲像杨志松、杨志松即个法医啊，就过身去无采无采吼。啊，咱那钓大肠癌有三部曲哦，就是闭结老塞半会、闭结老塞半会、蹦恰恰、蹦恰恰、闭结老塞半会。所以你若无安尼，青果水菜、青菜水果以外。就是要吃纤维，纤维素 fiber 吃好多，啊是讲你哪会使哦？常常拢有吃一挂香蕉啦、牛奶啦、
哦，啊加木瓜啦，这种酵素足济，哦，自然就互你通，这上好。不得已，医生买开一挂什么马古啦、magnesium 迄款，互你两边啊，那较厉害用 ，Dulcolax、Solven 迄类嘅吼，拢有啦，这无啥问题，都是艺术，大家爱有变才对吼。啊，当然你啊，四五个以上变老晒，迄未使啊，迄啲纤维、纤维都系减较少嘅吼。那卖是等下发炎，卖是肠胃性感冒，哦，卖是诺罗病毒、甲轮状病毒嘅，咱嘅大便那三界以来拢无要紧吼。肝心脾，脾就是咱拄仔咧讲嘅消化系统，脾、心，最后第二个脾，脾就呼吸道啦。呼吸道对咱嘅鼻炎入面，卖有鼻窦炎吼，啊，卖有过敏性，过敏性过来嘛生鼻痈吼，咱对鼻息肉、鼻中隔歪曲，这拢会使治疗，互你过敏少起来，你就较袂对。鼻下来底生遐个鼻涕啊，脓化脓性嘞，啊，定下鼻倒流，互你扫吼，啊，甲扫掉无要紧，你甲倒数数入去啊，对嘴配掉，卖互看到，人都袂无人会恶心啦吼。啊，咱个气管，咱个气，拢总爱新鲜的空气。你若待伫未了五公里内，丢癌的机会、气癌的机会是咱百位两万倍以上啦吼，这拢代代公共卫生做的。所以刚才迄个白海豚，还是讲迄种阵中化，因要创迄个说工厂伫迄台西吼、王京啦、麦寮遐，啊，咱伊家人民有去遐，该抗争，叫马英九下台下台吼，啊，迄、那个中化艺术诶，或者伊家人民的理事长林秘书人冇选到议员啊吼，做好代志，听台湾人拢会好的报应，所以。林理事长即卖已经做林议员啦，加在马英九互赶落去了，无去中化哦，中国化学的迄款无好的化学污染吼、哦。所以咱空气嘛，袂使污染咱的鱼。意思讲，普通公卫局你卖你的遐叫做薰啦，莫食啦。薰都无好诶，食薰家己二十年后二十趴的丢癌呢。啊，你若甲你办公的同事二十年后35%呢？因为一家就会分有你配出来二手烟，比你一手烟搁较毒。啊，你阿婆两个关在厝内底，我甲你偷，你甲我偷吼。二十年以后，45%就肺癌呢。啊，那有价值对不？无价值啦。所以咱平常时都袂使食薰，啊，空气污染的所在莫去。啊，那就中国迄款尘霾吼，因为北京迄款尘霾，中国唔免过五十年，北京就蒙去哦。迄个所在变成沙漠沙漠，所以你看偌恐怖。所以咱即方都未雨绸缪，莫甲中国个交叉。走去中国上班的囡仔大细，更加叫倒转来，无你的气，当时害气咱唔知影。啊，咱的健康食品内底有足侪抗氧化作用好诶，通我甲咱的 free radical 游离剂拍掉，互咱俩身躯真好诶修补。就算是有一寡垃圾的粉尘啦吼，咱嘛使甲扫扫掉。所以扫是扫涂骹。袂歹哦，啊扫扫一礼拜，袂使超过两礼拜，啊嘛袂使扫了加血，那超过两礼拜佫加血，那毋是肺癌就是肺痨啦，肺结核还可以较久，这拢总爱紧找医生甲你翕电工，哦啊两礼拜好起无啥，哦包括非典型肺炎，你若毋是变种的迄款 coronavirus， 咱讲说冠状病毒，嘛袂好中国肺炎，哦咱讲非典型肺炎，不要变成 SARS 来害死咱台湾，害死中国，害死东南亚吼。哦这真侪物件你唔知无要紧，只要扫呐超过两礼拜无好，拢找医生就甲你解决吼、哦。平常青菜水果好的健康食品，哪食哪保养。最后心就是腰子啦，后车头压着心，头晕暗食棒球白罗，腰酸背痛，脚头白啊，吼吼吼吼，这拢种叫做补心丸，迄就是过去汉医唔知讲心是咱人的排泄器官，就是心就是精气神。都跟性无关系，无来拢无关系啦吼。伊纯粹是泌尿器官，第二支就是咱的心，制作出来的阿摩尼亚就生就说变成尿，臭尿香甲放掉，安尼就好，绝对无留伫身躯，留愈久，你愈会会变成结石啊。结石啊，就是常常拢歪啉水，会石头形成浓度高嘛吼，过来常常感染，常常感染嘛，过来就是青菜水果袂食，青菜水果吼伊内底有一挂抗氧化作用。哦，那有一挂好诶，综合维他命，伊互你的上皮细胞被剥落，剥落了也变作甲细菌黏黏做伙，变作结石核结石的核，愈来愈大了，你本来嘛是结石啊。最后一种就是副甲状腺机能亢进，副甲状腺伊是咧管咱的卡路西姆钙质啊，伊甲咱骨头内底抽出来钙，
来运用、哦、但是呢有的人是先天的、哦、Hyperparathyroidism 副甲状腺机能亢进，那大概都有家族性，所以那个家族隆重的结石啊，我一看你来用药啊，把这个副甲状腺甚至用开刀把提几粒掉吼，可以袂安尼乱飙，无你规身骨头的钙质叫抽了了呢，啊，一直互你结石，一世人拢甲结石啊，生到尾啊药毒来敲，啊，过来来咧血压买过好，血高过好，卖好药剂，早是三四十岁、四五十岁就爱开始洗，袂好啦吼、哦，所以真多。阿妈莫食伤咸，因为咸会好有刺哦，刺激啊，容易引起本态性高血压 （essential hypertension）。迄种无理由的哦，你家迄种鬼啊种菜，泡泡剂导致即款死咸的卖食，努力嘛，莫叫我安尼规碗的梅叫法哦，迄、哦、努力真好食，食开甜甜，伊叫做孵化钠，就是咱咧讲的味素，但是内底冇钠，甲食盐同款。这个概念若有，啊，即个保养你就会成功。当然，好的健康食品，那真正对咱有帮助的，我阿个吃落去，个身躯先个穿好，哦，像去多上那迄款嘞，个咱嘞环保穿好，咱就别去得重病了吼。今日张医师个关心比心，隆重整理，讲予大家送出大家的礼物，啊，予咱好过年。多谢你收听，再会。